解说不太专业，声音有些猥琐，节操为你而调，祝你那销魂的一下。大家好，欢迎上游乐的为你带来的游戏视频解说。这就是来自于神速之兵的这个 T25 篇，以及他的基友开的112，地图是这个飞雪湾，标准模式我们在下方的出生点位啊，走起。就玩守望啊。哎，我们要不多叫几个人，我们组队去打4-3-9用的枪战先锋吧。哈哈哈哈，你看了我录的视频的呀？不是，我承认现在很多游戏的玩法就那么几种，即使不借鉴做出来也有大同小异的地方，对吧？但是你妈的，他那个抄的太鸡巴傻了，他是纯抄啊！我操！而且你看他走路，你妈腿都不带动，这跟鬼一样，是飘的。我操！不是，关键很多人还搞笑，你知道吗？进到那个游戏里面，这个专门正话反说。什么我可能买了假的屁股啊，这个真好玩，什么垃圾暴雪骗我198回我青春。你妈的，里面那些全都是属于看了人家的吐槽然后想来试一下的。不，关键你们看过我当时录的那个视频的呀？我也是为了去看一下。你妈逼的那个狗子那个弹道，那些特别那个法机做的好弱智啊！然后那他妈那个 DJ， 我刚开始都没意识到那个是 DJ， 反正感觉挺二的。哎，那游戏实在太不得了了。但是我在想，他这个，我当时看才三个英雄，他在后面那估计他包括地图什么全都是照着来呀、啊，这我怎么遭得住嘛？你妈的！啊，队友那个基友在前面顶着，他在侧面找机会打黑枪。哎，你除了守望还玩不玩点别的嘛？那天晚上飞机豪又在微信里面在叫我说那什么，让我说什么我欠他一盘那个英雄连二，完了我套路都想好了，他前期就知道。把那个，那些普通士兵变个机枪啊，拿个什么火箭筒啊，其他就靠那个狙击手开视野。妈的，前期我不出别的，我他妈就爆装甲车，他就拿我没什么办法。因为他出火箭筒也是要时间的嘛，我装甲车可以很快就出，然后后面不造别的，就你妈全造迫击炮。后面以防万一，他真的憋出坦克，我再来两个反坦克炮，差不多了，直接把他怼死在家里。哦 ，CSGO 啊！哎，他们不说 CSGO 要出国服吗？出了没有啊？但是我在想，其实很多人家玩 CSGO 的都是在 Steam 上面的，而且 CSGO 其实打起来感觉延迟并不明显的，怎么把人给哄回国服来嘛？
哎呦，被刚了一枪，好啊，皮被插了。哎呦，哎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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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妈的要被打傻了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到了后面他会发威的，他前期确实打的有点萎。哎呀，这个不是一般的尾啊。优胜被击中。目标被击中。你应该换个地方，在这儿要被弄死。哎，但是说真的 ,CSGO 的话，你打那些娱乐的那些模式其实还好。但是如果说去正经要打的话，我觉得那个东西还是挺有难度的，这是说真的。哎，其实就跟当年大家在什么浩方威打 CS 一样嘛，打那些打着玩的模式，那谁都能打一下。打其他的，妈的，这个新手搞不好会被虐的，妈都不认得。我们把目标干掉了。哎，不过其实我觉得这都很正常啊，但是我最烦的是就是那种遇到那种喷子，有事儿不说事儿，先说一句傻逼，或者先来一句 MMP。哎呦！哎呦，这输一百万！哎呦，你吃一发可能会很危险。好好好好好，漂亮漂亮。我觉得当时我玩那个躲猫猫感觉挺好玩的，躲猫猫那个模式是他妈谁想出来的吗？有点机智啊。现在玩，哎呦，就剩下哦，你其实可以从前面先断个腿。你妈的，他居然不动，傻了吗？我们重创目标。哎，他还不动，他傻了吗？这一枪就包死不活。干得漂亮，敌方智商已经下线。对面开始站家了，那他应该是要用视野去偷他，他也有这个偷的资本。他干嘛？先把那个火炮偷了吗？漂亮！你看他故意往这个草丛后面缩，哎，这太……好。这要被偷成傻逼了，快！目标被击中。嗯。我们重创目标。我操！老子爱奇艺的订阅有他妈17000了，真的假的？我平时都没注意看。那人不动了，他跑到圈外面了，都看不到他去哪儿。
哎呀，火炮瞄着你去点一点。不过他觉得自己血量少啊，可能也那个那什么，可以淡定一点，不要上去乱来。这里绕过去看看，我所有的地面者可以绕地球一圈儿，妈的，那还得了？你不要捧杀我好吗？哎，不，我跟你讲啊，有一个视频播客，可屌了。但做的比我是要强很多，这点我承认。妈的，可膨胀了，在人家的官方群里面都敢直接跳起来说人家那个什么是垃圾，随便在哪儿都要上去说两句，就跟指点江山一样。妈的，那人肯定会出事的，太跳了。至于具体是谁，我那个还是给人留几分面子。我今天一起来，就看见他在人家群里面喷人家垃圾。我说你垃圾你别用了，你可以给人家反应嘛。你妈当众就这样直接说出来。不过他做的确实可能是渐渐的越来越有起色了嘛，就有点春风得意。哦哟，火炮，快点，不然要出事了。他死了，这搞不好要被翻盘。啊，好好，搞掉了，搞掉了。嗨啊，大家好啊，这个现在是有人在问为什么不用片头了？其实非常简单，因为呢，视频广告太长了嘛，再给大家看片头，那玩家就要抓狂了。目前我的视频已经登录了搜狐、优酷、爱奇艺、土豆，其他地方如果你能看到的话，那差不多都是他们偷的。所以如果支持我的话，最好就到这几个地方来看吧。你们的点击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另外，微信公众号呢，因为也是没太多时间去打理，所以说也是很久没有更新了。我想去 copy 很多那种内容也没什么意义。不过大家也是可以先关注一下，我们这边打算新注册一个微信号。会建设的稍微好一点，到时候会及时通知大家的。啊，对了，那最后的话，这个大家记得来加一下我们的节操群啊，大家一起来掉节操。啊，最近也是有很多观众来问到底该如何投稿啊，其实非常简单，在这里输入啊7678558228@gmail.com就可以了。在标题呢，记得要描述一下你的那个录像，比如说啊，这个100啊。十杀之类的，然后在这里但你也可以直接把你的那个文件拖拽上来啊，我们看一下，大概是这样，然后只要发送过来之后你看我这边就是能收得到啊，然后你也会收到我的一个自动回复，那就证明是投稿成功了。然后另外是给大家说呀，就是如果喜欢的话，最好是得这个订阅我啊，订阅了之后呢，你会收到提示。一般我视频里面它会有主动那个订阅的提示，然后你们平时看视频最好是进到我的这个视频空间里面来，然后你们可以点像这种播单，就会看到像下面啊，你看我们点一下，就会看到很多这种视频的专辑啊，这个一个是进空间或订阅这种要快一点，大家很多人平时用搜索的，搜索其实很不靠谱，因为搜出来很少有人会去点那个最新发布，那个按钮也很不明显，特别很多人是在手机上看嘛，所以说这个就更不明显了。这个搜狐啊、优酷、爱奇艺、土豆啊，基本上都是这样。这样的话，你们就可以这个看到这个最新最快的内容啊。接到这里吧，再见。